这里是长沙湘江，那边呢就是三叉戟大桥，这里啊也是一个驻车的好地方，下面就有一台房车。好，我们下去看一下。前面呢就是湘江路，我把车停了这里了。这个地方呢给大家说一下，这个地方啊树后边的一个房子就是洗手间，卫生条件比较好。今天太阳还比较大，戴个帽子。有好多钓鱼的，带好的船下来呢，就是从这条路下来，从湘江大道上下来，这就是湘江。注意看那个湘江中间还有一个小岛。三叉戟大桥呢也是长沙的一个主要过江大桥，对面就是河西了。那边呢有一个圆形拱桥呢，就是福源路大桥，福源大桥。这边的房子呢就是湘江四季城了。这钓真非常认真啊，钓了不少鱼了。这碰到一个房车，这个房车呢是无锡营地改装服务中心的。这个房车的车主还是很有生活气息的，摆了朵花。这是一款京杭的房车，它这个房车呢是在做公益，车主非常有爱心。底盘呢是大同 V80 的，同时呢它这边还是一个纵置窗，它这个是一个后单台的。洗碗洗干了。这里不光驻车呀，还是休闲的好地方。你看看大家，很多私家车也把车停过来了。这地方驻车呢，视野开阔，用水也方便，还可以钓鱼。美中不足的话，如果是特别冷的天气啊，风肯定很大，但是夏天就肯定凉快。如果大家到长沙来啊，可以在这里驻车，免费的。